Oh wow. Oh. Oh my god. 所以呢，今天就是要，今天呢就是要来开箱史莱姆。今天要开箱的就是这一袋。Oh my god！ 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弄不见很久的裙子，原来它在里面。OK， 所以呢。OK， 所以上次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对那个东拼西凑蛮好奇的。我觉得我可能上次真的讲的不是很清楚，因为我第一次接这种业配，之前我就用过他们的服务，然后我也觉得他们的服务很好，通常是你 message 他，他就会立刻回复你的那一种。如果你们要用这个东拼西凑 app， 就用这个，就是这边。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用他的客服中心去问问题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要来跟你们说怎么用。你要先去 WeChat， 然后你要去东拼西凑的那边，之后呢你就要得到仓库地址，就这边。得到仓库地址这边呢，你也可以去按一下那个开请包裹入库提醒，这样你就会随时接到你的包裹的信息，这样咯。然后呢要等那个包裹入库，就是现在的时候你只要复制好那个仓库地址，然后你到淘宝 app， 然后再按一粒小圆圈这样的东西，然后按了过后就按我的收货地址，然后你就增加新的收货地址，然后在这一边你就把刚刚的所有资料都填进去这个地方。做好那步骤后，你就可以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买一遍。你要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，你买完过后呢就结账咯，就做那些普通你结账的东西。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它已入库，按进去，然后你现在就可以去选择你的目的地，然后你选那些什么路线啊 blah blah blah， 打包要求啊什么的，然后呢你就写提交订单。提交订单过后呢，它送货过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照片啊，拍照啊，看一下那个东西有没有烂啊。等你已经给了钱，你提交订单了，其实你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做好了，他晒那些照片过来就是确保而已，他就会自动寄来你的家。整个事情就是非常的简单然后方便。哦，买超多史莱姆的，还有送这些装饰品，我也不懂是哪一间送的，因为真的是太多了。我买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像写透明史莱姆，然后它就出来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这样子。这些史莱姆放好差不多一个月，第一名是这个，第二名是这个。如果它到现在还没有融化，我真的会回购。起泡胶的话 ，Hello， 我真的是买一样的颜色没？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样子。一二三，我们从第三名开始。哇哦！哦，原来它只是这盖是草莓果酱色，然后你照这样吗？哇，它已经融化成水了。为什么还没有成型？很累耶！在讲话，好像在骂人这样。它是白色史莱姆还是透明史莱姆？我不知道。它是好搓好拉，没有错 ，OK， but 它真的是太黏了，它是黏到加多少喷洒水它都一样黏。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它加了太多甘油。史莱姆原液，超水的，根本就是这还没有成型这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还有一种蛋糕香味？很奇怪耶。哇，它真的是蛮透的，噔噔！啊！OK， 它是稳稳的第二名啊，现在，因为它没有这样融化，而且它超透的，没有这样融化。我收回我刚才讲的那句话。哇，好疗愈哦。OK， 所以它跟第一个一样，拉伸性很足，然后起泡量也是很多，而且还有一股 banana coffee 的香味。现在就看一下第一名有没有好过第二名。
可是他已经融到不行了，我觉得他比第二名还融耶，而且看起来他们很像是同一间的。哇哦哇哦哇哦，他已经从原包装里面彻底掉出来了，全部史莱姆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. 啊！哎呦 ！Oh my god! Oh my god! Sorry, I'm so sorry. 我要给他差评哦，第一名你给我这样子。哎 ，Oh my god! 啊！我哎，这个史莱姆跟第二名的史莱姆是一样的，同样有一股 banana 的 cupcake 味道。OK， 第二名已经赢了，不是因为它的包装烂 ，OK， 是因为它包装烂，因为这个史莱姆跟第二名的史莱姆是一样的，而且第一名弄到我很狼狈，所以呢，它是第二名 ，or 第三名，一二三，好，这是第三，第二，第一名，我们先开箱第三名的。它没有融化，它没有融化，一个月厚实 ，OK， 不好闻，不好闻，超扎实的，而且不是那种硬的扎实，是扎实的扎实，很扎实，很好玩，而且它没有融耶，现在我就要测试一下它的起泡能力，他们都有送这种的，它超强的，这个史莱姆完全就是没有缺点。OK， 完全不粘手的。哎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史莱姆，哎，很好玩哎，这个。也是起了蛮多泡的，我心里面的第一名啊！现在这个我就不要去讲弄它，因为他们是一样的，这也是一样的哦，一样。起了很多泡哎，你看它是，它就这样小个，如果我把它起了这样大，你知道？第二名的时候，这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，它是哪一间送给我的，还是我不小心买多了？融化了，这个有一股奶香味，奶蛋白香味，可是它已经融化了。就是比较水弹这样的，再来可以拉拉，超黏的，它也是，它不是我喜欢的质地。如果我不喜欢不扎实的，我觉得在骗钱，就它加很多水进去。But anyways， 我们来开这个。Oh wow， 我知道这是哪一间的了，他们是一样的。这个的包装超美的，还有这个，哦，他已经用完我的喷洒水。OK， 这一款我浇太多喷洒水，可是它还是没有很好。为什么它可以做第二名？它除了有一股大白兔糖的香味之外，它什么都没有。差评，差评，差评！下一款，超可爱的，它有三个包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分三盒这样子啦，就是很多余。对，它上面是粘土。Oh my god， 我怎么那么聪明？如果是包装的话，它已经是第一名了。嗯，超好玩的这个。它的香味呢，跟火龙果那个差不多，可是它跟火龙果有点不一样，就是它没有这样扎实。啊！
所以我现在已经有结论了。所以哪一个是第一名呢？就是这个第一名，因为哎 ，sorry， 第一名的就是这个。为什么呢？是它的杂炮声很大，这个呢杂炮声就没有这样大咯。 OK，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结束了。 By the way， 这个是我的化妆我有擦 like bling bling 的东西在下面，可是它看起来像黑眼圈，所以 Anyways， bye。